我是 Megan， 欢迎收看我们的两周年特别节目，连续五天吃的影片。那么今天要吃什么呢？我们要吃的东西是号称地表最强的珍珠奶茶店良辰吉时。那这家饮料店是艺人纳豆开的，这三杯饮料呢算是花了我千辛万苦才买到了，因为我买了好几次才终于买到饮料。前几次我要去买的时候它都售完，就是我连想要买都没办法。我觉得这家饮料店是超级值得拍照上传到社群软体的饮料店之一，因为他们的包装真的很漂亮，像现在它里面就是有绿树啊或是一些花花植物，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今天买了三个口味，一个呢是抹茶珍珠鲜奶茶，再是卡牙缝的蜂蜜饮，以及益丰冬瓜鲜奶茶。去买这家的饮料，我觉得是会让有抉择障碍的朋友非常痛苦的一家店。那我本人就是有强烈的选择障碍，所以我在买的时候就直接请店员推荐我好喝的饮料，我就说你觉得哪个比较合，他就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就想好，那我就要点那个。所以呢就今天是店员帮我选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试喝。首先我第一个来喝抹茶珍珠鲜奶茶，它这个刚点的时候它会有个渐层的感觉，所以要把它这样子摇一摇。那他们连鲜奶都可以做选择，一个呢是丰乐鲜乳，还有一个是佳明鲜乳，还有一个是高大鲜乳，就是分成淡雅、清新以及浓郁。所以呢这个店员他帮我配的是佳明鲜乳，那我们来喝喝看是不是真的很厉害。我觉得它的鲜奶茶是好喝的，可是珍珠吃起来好像还好。他们的抹茶珍珠吃起来的抹茶味没有很浓，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也会是非常浓郁的抹茶，可是它咬起来有点硬，当然不是说到超硬，可是不是那种很 Q 弹的珍珠，珍珠吃起来是带有一点绿茶的味道，可是他们的鲜奶真的是还蛮好喝的。你要喝喝看吗？我请我的姐姐来试喝看看，有一点珍珠没有说令人很惊艳，可是鲜奶茶很好喝。抹茶珍珠鲜是吗？应该是吧，对吧、啊？它不能写珍珠啊，它就叫抹茶珍珠鲜奶茶，所以珍珠就是抹茶的、啊，这样。还好，珍珠有点硬哦。对不对？那鲜奶茶呢？鲜奶茶还可以，茶味蛮浓的。茶味蛮浓的，好。好，我们第一杯心得就是还好，鲜奶茶很好喝，可是珍珠就是还蛮普通的，没有令人特别厉害，而且带一点偏硬的感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来喝的是益丰冬瓜鲜奶茶加上抹茶珍珠。其实我原本是想加火龙果珍珠，可是他说他们的珍珠都卖完了，只剩下抹茶，所以这个又只有抹茶。那我们一样来把它摇一摇。啊，所以它珍珠就是普普有点失望。好，我们来试喝看看哦。我在网络上听说他们的冬瓜系列还蛮厉害的，看看是否真的很强。这是冬瓜茶，这款鲜奶茶真的充满着冬瓜的味道，超级浓，这就是冬瓜茶鲜奶，真的是名副其实。我觉得这一款的口感很特别，是我蛮喜欢的。如果你喜欢喝冬瓜茶的朋友应该会超级爱这一款的，因为它的冬瓜味真的很浓，非常浓。珍珠咬起来一样是偏硬的，我不确定他们其他口味的珍珠会不会吃起来不太一样，因为他们有很多种不同口味的、有白玉珍珠、抹茶珍珠、黑芝麻珍珠以及火龙果珍珠。我下次想要去点点看火龙果的，火龙果听起来很酷耶。你要喝吗？要。我觉得这款妈妈应该蛮喜欢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冬瓜味很浓。这是什么？冬瓜珍珠鲜奶抹茶珍珠，因为它珍珠只剩下抹茶。这是冬瓜茶吗？它有奶啊，冬瓜鲜奶。我觉得珍珠太硬了。我说它珍珠就是硬的啊，第一个就是硬的啊，第二个当然也是硬的啊。好硬啊！可是我觉得不论珍珠，它的茶我蛮喜欢，它的冬瓜鲜奶我蛮喜欢的。是冬瓜茶加了牛奶的味道。
所以你觉得有比上一杯好吗？我觉得上一杯比较好。你觉得上一杯比较好，我觉得这一杯比较好。所以这一款推荐给喜欢喝冬瓜茶的朋友。如果你很讨厌喝冬瓜茶，千万不要点这个，因为你会觉得超级难喝。再来，我们来喝卡牙凤的蜂蜜饮。这个它里面有奇异果、火龙果以及蜂蜜，所以就是一个好像蛮养生的。哎，这个是果昔，应该不需要摇。好，我们直接来喝喝看。哦，这个我觉得还蛮好喝的，喝起来火龙果的味道没有到非常的重，可是真的会带有奇异果的味道，还有蜂蜜。这感觉如果是在减肥的朋友可以喝，因为喝起来好新鲜哦，很现打的果汁感觉。这个我给它今日最高分，因为我平常并不是一个很爱喝果汁类饮料的人，可是这个我喝起来觉得很好喝，是我会想再去试试看其他口味的。而且我现在喝是已经有一点点融化了，它如果刚打完就喝的话应该喝起来会比较绵密一点，可是我现在有点融化喝，丝毫不减少它的美味程度。好，试喝结束了。整体而言呢，我会给这家店大概八颗星左右，唯一需要加强的我觉得是他们的珍珠，不晓得是今天煮的问题还是就本来就没有那么 Q。 不过这种口感的问题也是因人而异啦，说不定有些人就喜欢比较硬一点的珍珠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个人就是喜欢那种很 Q 弹的珍珠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搜寻看看良辰吉时。好，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可以帮我点个喜欢，那如果是新朋友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话，不管你是用手机还是电脑都可以点旁边按钮，点下去就可以订阅我。在这个礼拜一到五晚上6点，在吃饭时间都会有新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那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